第四个活动，向前蹲，侧身站在柜台旁，靠柜台的手扶着柜台，一条腿向前走，上身保持挺直，把重心放在前脚上，双膝蹲下，前面的膝盖不要过脚趾头，保持姿势，然后返回原位，转身，然后用另一只脚重复动作，每只脚做两到三次。太容易，慢慢的增加次数，直到15次，或者走前一点，或者慢慢的少扶抬柜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做多点，那么继续吧。